专有脉冲电磁场 （proprietary pulse electromagnetic field） 是指特定公司开发和拥有的一种脉冲电磁场 （PEMF） 技术或设备。PEMF 疗法利用电磁场来促进各种健康益处，如缓解疼痛、改善循环和促进愈合。在专有 PEMF 系统中，电磁场的技术、波形和特定参数是该公司独有的，这意味着该设备的设计、构造和操作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，例如专利或商业秘密。专有 PEMF 设备可能包含特定的特点、频率、强度和波形，据称可以提供独特的治疗效果。该公司可能已经进行了研究和实验，以支持其特定的 PEMF 技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尽管专有 PEMF 设备可能提供某些优势或创新，市场上也有非专有的 PEMF 系统，这些非专有设备可能使用更标准化的波形和频率，这些波形和频率已经在 PEMF 疗法领域得到研究和应用。最终，无论是专有的还是非专有的 PEMF 设备，其有效性应该根据科学证据和用户经验进行评估。脉冲电磁场 PEMF 在多个领域得到应用，以下是一些主要领域。医疗保健 PEMF 被广泛应用于疼痛管理、康复治疗和促进愈合过程，它可以用于治疗骨折、创伤性伤害、关节炎、炎症性疾病以及某些神经系统疾病。运动康复 PEMF 在运动医学和康复领域中有应用，它可以促进伤口愈合、减轻肌肉疼痛和炎症，帮助运动员康复和恢复训练状态。心血管健康 PEMF 可以改善血液循环，有助于心血管系统的健康，它被用于处理高血压、心血管疾病和血液循环不良等问题。睡眠和压力管理 PEMF 被认为对促进良好睡眠和管理压力有积极影响，它可以帮助缓解焦虑、改善睡眠质量和调整生物节律。性能增强，一些运动员和健身爱好者使用 PEMF 来增强身体表现，提高能量水平和促进康复。这些只是一些主要应用领域， PEMF 还在不断发展和研究中，可能有更多潜在的应用领域待发掘。